大家好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会说话的骰子，这个可以定制各种材质。台湾骰子可以做以下线，它是为什么说会语音骰呢？会说话的骰呢？因为它会说话的。自己的手机，安卓款，任何安卓手机，三星、OPPO、VIVO、小米都可以下载。每一个骰子上面后面有备有一个APP， 安卓下载，然后每个骰子配有一个添加的二维码APP， 它的使用的话呢非常简单，你可以用震动，这个手机放口袋就可以了，没有任何声音，也可以用耳机，这里有没有屏幕放上，它有震动功能，它有这个耳机蓝牙播放，还有关闭声音，音量调节，这个都可以，还有语速的快与慢，以下线十二生肖，一到六反，都可以自己的要求来定制。我先演示一下它是怎么个语音法啊。你这样子摇完之后它会二五，它会你会听得到，如果用耳机的模式，你会听得到它会报给你二五，所以你就知道，哪怕你用的一个盖子来盖住的，我们用一个杯子来盖住，你这么摇也是没问题的。16，它会告诉你16，打开16，它是一颗、两颗、三颗都可以，没问题，四颗也没问题鱼虾蟹也可以做。鱼虾蟹，如果你那鱼虾蟹如果是木质的，或者是塑料的，或者是象牙的，都可以加工。它这个反应的时间非常快，也就一秒到两秒钟，你就可以知道结果46非常准确的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呢，可以联系我专业加工，谢谢大家。